那我跟大家介绍的是201912月的22号，编号22号的这是要被观众骂死啊，先去跟你们说，那还是一样跟我爸妈说。对，我爸我妈和我 logo 也是，然后也是一样的，大家看我这前面、背面、后面，然后注意看后面有 logo。那我打出来吧。在前面注意看有这个，这个好小哦。这个可以打开，这底是2019的，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托尼卡小汽车。想要去买的也可以去买，现在还买得到啦，现在去一些百货公司啊也还买得到啦。那喜欢的话可以帮我关注我，那也会。我想让你有一个小铃铛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那个也可以帮在下方帮我留言分享，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这台车哦。然后你也叫你的好朋友来看我的车好不好？那拜拜。